武器大师的救济克星被发现，对线单杀率高达 60%， Q 技能造成 40% 最大生命值伤害，冷却还只有2秒钟。最近观看 HF 高端局，无意间发现了这位特殊老哥，每当这位老哥面对武器都会选一个特殊的上单英雄，那就是凯野，并且每把都能打爆对面的武器，而且只有打武器的时候这位老哥才会玩上单凯野。看来在这位老哥的认知中，凯野极度 counter 武器，首先是武器对线技最烦人的一技能，不仅能格挡平 A， 还能眩晕对手。然而对于凯野来说，大招可以完美规避掉武器的 Q 技能，并且凯野靠技能输出，不用担心伤害被武器格挡。出装选择黑切、木刃、减速刀、死亡之舞、影魔刀，出门装首选多兰剑，之后裸出黑色切割者，因为打武器绝对会变成红铠，跟黑切完美契合，并且黑切提供的血量和30极速让凯野对线非常舒服。后续装备选的木刃、减速刀等刺客装备，神装后 Q 能造成40最大生命值伤害，相当无解。符文则是选择征服者、凯旋、韧性、坚毅不倒。那么各位看官老爷，你觉得凯野克制武器吗？